在中原摩羯的角落，天鹰与小凤两人正在攀聊。我讲小凤啊，如今中原无大事，咱可享受这难得的清闲。唉，为何叹气？唉，也不是因为太清闲，所以无聊啊。哦，无聊，爱当看布袋戏啊。我有真好的片啊，会当借你片啊。唉，阮家的播放机烧烂了，看片啊烂的雾沙沙，而且佫会得过好了，兄弟，安尼你就用好了。有一个产品真好用，用了你绝对看了真清楚。哦，是甚物呢？来，我报你一台。S-Rock 出产的 IM330HT 这项产品，唔但会当看影片，也会当放音乐、拍山顶的电动，保证你袂无聊啊！安尼哦，啊，但是阮厝的迄台电脑嘛是有遮功能啊。哦，你讲恁家迄台用功呀？我会记你唔是时常小度吗？唔那大，也甲你占空间。IM330HT 的功能好，一台敢若盒仔同款，绝对袂占恁家的空间。安尼好哦，啊是毋是会当帮我加介绍一寡？先生，伊外形轻卡，质感足好，外观可测达到92%的精度。听讲甲面料的可测是共拍数的呢，都真实的，无怪看起来遐尔金闪闪，也个人。起来做件用吼，唔卖讲这啦。啊，而且伊咧运行时阵非常的安静，上济只有20粒分贝，非常适合起来一般使用的电脑，也是家庭剧院主机来使用。安尼是毋是起来做镜头啊？啊，你卖讲遐无细西啦。这台机器本身是使用 NVIDIA Ion 绘图晶片组，加上 Intel Atom 330双核心的 CPU， 唔但可以播放蓝光 Blu-ray 4HD 1080p 高清晰的影片，甚至可以支援 NVIDIA CUDA 技术，伊所改 MCU 遥控器，更可以让你随心所欲测量 Windows MCU 的界面。不管你是咧看相片、听音乐、看影片，拢总无问题。IM330HT 也内建 WiFi 802.11n 无线网络，互你会当随时随地、轻轻松松、随时随地、轻轻松松会当无线上网啊！好咯，啊，佫来咧，伊个无线网络就足厉害，是用最新的802.11n 的技术。是传统的 802.11G 的速度的几啊倍，双隐藏式的天线是稳藏在头前面板内底，排列方式是一个平一个直，无论你的机器是放怀还是放直，所需完全拢无死角哦。伫 Windows 7的作业系统环境下，更可以当作无线网络基地台使用哦。会当予你省一条购买无线网络基地台的钱啊！安尼我唔得阁赚着咯，哈哈哈哈哈哈！唔啊，安尼尔，在音效方面 ，IM330HT 要支援7.1声道喇叭，音量会当到110dB分贝 ，DTS 环绕音效以及 Premium 蓝光的音质哦。DTS 环绕音效会当予你亲像在电影院一般的高品质享受 ，Premium 的蓝光音效，这会使予你真正享受蓝光影片之中的24bit 高音效的品质啊。也佫有 IM330HT 更是市面上唯一的一台 HTPC， 会当在2.5公升体积空间内底。支援加装第二粒的2.5寸硬碟，进一步支援磁碟阵列 RAID 0以及 RAID 1，也互联接口应该真了得吼。哈哈，这你就知咯。IM330HT 也通过能源之星5.0的认证，
应达到 EUP 2.0 的标准，也就是在关机状态之下，总耗电量低于 0.5 瓦。那再来 ，SLOC 的独家 Goodnight LED 技术啊，也会当将系统运行时会发光的电源指示灯甲关掉。如此一来，无论是在暗时要困的时阵做 BT 下载，也是你想要将客厅的电火关起来来做家庭剧院观赏，拢会再受到突雅 LED 灯光的干扰咯。并在 SLOC 要加 CyberLink 的套装软体，让你无论是要播放影片，还是要编辑剪接影片，还是要看相片等等，拢完全使用自如啊！哇，安尼这个产品是不是已经上市了？哈哈哈哈！这当然嘛是已经上市了。咻！阿兰咧，嘿，报电视的片啊，你还袂起啊？稍等我一下啊！